台湾闽南语推荐用字700字表，背的本质为何？台湾闽南语推荐用字700字表，编号第七，背，它的发音是 i，但是 i 是这个字吗？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，i 到底是不是这个字？首先，我们看一下。上面是北，下面是越，这个越就是肉的意思了哈。那上面的北，它是象征的两个人背靠背，背靠背的形象哈。所以两个人背靠背的形象，那个背部的肉，这样组合起来就叫背部的背啊。这样有没有了解啊？所以背这个字的形成是这样来的。那背。在唐韵啊，它是姊妹切的哈，姊妹切，音背哈。那韵会是身北曰背，我们身北曰背哈，是说假设我们坐北朝南的话，我们身体的北边就是背啊。那玉篇是背脊啊，背脊，因为我们背部有一个脊椎骨啊，背脊，背就是背有脊。郑志通是身之阴也。身之阴也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前面是阳，后面是阴啊，所以身之阴也就在背面啊。背面通常比较晒不到太阳啊，所以它是身之阴也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是人跟背呢？那人跟背就是这个背字啊，人跟背的组合就是这个背字。那这个背字啊，它的阴啊是配啊。是气也，背弃一个人哦，因为我们背弃一个背就是气嘛，背弃一个人哈，就是与他离开的意思啊，离开他的意思哈。那在里投湖的这里面，他说，无背力啊，不要背着背对着人家站着哈，那这他后面的。注解就是说，背力是不正向啊，那个向是底下还要有一个向，不正向前也啊，就是不正面向前啊，就是背对着别人哈，背对着别人，所以这个字也是背的意思哦。所以荀子的《非相篇》他说，向则不若，背则慢之，亦作背。这个人字旁的背，它就是背的意思啊，它就是背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背，你如果省掉人字旁的话，它就是没有人的背啊，两个字是相通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背跟背两字通用啊，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背被我们挤开啊，这个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个字啊，背。好，那明眼人都知道背。不是 I 的意思，人的背后或者是背，是 I 的意思吗？它不是 I 的意思，那背的台语本质为何？我们来看一下背的台语本质，背的本质应该为何？其实它的本质应该是一个手，再一个背，一个手再一个背，就是手跟背的组合。那这个手跟背的组合，这个字的主要精神是用手托住背后的东西，但不同的托法，发音不同哦。因为我们汉字是以音别义啊，那个意思不太一样，它发音就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背它的发音有几个哈。背的另一个发音哈，手跟背的组合是这个背，那它的发音是这样，以音别义哈。如果是两手在背后托着东西，音是 i。比如说我背着妹妹出去，那妹妹是在我的背部的后面，但是我会用手把她托住，托住她的屁股那这个叫做 i。我 i 妹妹出去i。但是如果两手从肩膀上拉着背后的东西，比如说拉着一包东西，我们背后背着一包的东西，这个叫做"拍
啊，派派一包金牛，派一包切啊，也是派什么物件的后边，比如讲派切包啊，就变成派。好、啊，你也用手的卡层头后边拖着你妹妹的屁股，或是拖着别人的屁股的话，在你的背后叫做挨。好、啊，那两手如果从肩膀上拉着背后的东西，叫做派。啊，后来那个背书包叫做排斥包、哦、因为这个字念背、哦、排斥包。好，那背的相关用字、哦、像这个字表背的背、哦、表背的背。那表背的背、哦、一般我们在表背是表背纸张，但是古代的纸张是用丝织品做的，所以表背的背是同密字旁的这个背。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一般、哦、表背照理讲是要用密字旁的背，但是现在都用一字旁的这个背、哦、用一字旁的这个背。好，所以背背背背、哦、这四个字的背、哦、不太一样、啊、前面两个字是一样，但是后面两个字是有所分别、哦、有所分别，但是后面两个字目前也是通用，也是通用啊，前面两个字也是通用，因为汉字在描述的属性不一样的时候，它用的字就不太一样。那所以在文献上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《峨眉仙踪》的前传，他说二人正在湖边商议，忽然有个穿得又脏又破的道士，身背一个大红葫芦，醉气熏熏地拍了一下赵林的肩膀道。酒钱都没付，还敢在这里鬼混？这个身背一个大红葫芦，这个背不是爱哦，这里背是拍哦，一拍一个大红葫芦啊，这里是拍。好，那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是在醉气熏熏地拍了一下赵林的肩膀道，这个道就是的的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这个道、哦、不是那个就是你的就、哦哦、是道，这个道才是就是你，其实就说是你的意思了、哦、那台湾外记这边、哦福州知府王之义，建宁同知玉山卫、闽县知县菊为谦，侯官县知县刘家友、刘家友还是求、啊、有一时失驾，慌忙无悲，慌忙无悲、啊、他就没有派物件照、啊、无悲，或者是没有爱物件照、啊、这里是后面没有看到他说写的是什么，是从肩膀上还是从背后，这里就看不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、啊。那说岳全传、啊、他说次日饭后，张宝吩咐了妻儿几句，打叠了一个包裹，独自一个背的、啊、辞别两位夫人，出门望临安进发、啊啊、独自一个人背的、啊、背的就是、一个包裹，他就是来派一个包裹出去、啊、独自一个人背的，他一般他是放在肩膀上、啊啊，东西在后面，这个叫做排。好、啊，辞别两位夫人，出门望临安进发。辞别两位夫人，就代表他娶了两个、啊、古时候可以娶两个，好、啊，娶很多个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所以这个悲这个字、啊、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土家族、啊、这个在《天火四典》里面，他说土家族有一个独特的哭嫁风俗。新娘出嫁前要哭半个月，由人背送上轿，这个背就是哀、哦、这个就是哀，应该是手伸在背后把人给背送上轿、哦、那另外两位布农族人，一个背铜像，一个背水泥沙子和水，各负重超过100公斤，从东浦背到玉山主峰，这个背也是放在背部后面，然后用手托着，这个叫做哀、啊、这个叫做哀。所以这个背字
哦，如果说是前面叫排斥包，啊，第二个叫做我爱你，啊、哦，我爱你，也是讲我爱弟弟妹妹出去佚佗。第一个是排斥包，第二个是我爱你。那远流活用中文大词典哈、哦，背负，哦，背负，第一个是排，哦，第二个排嘛是排债务，哦，啊背黑锅嘛是。拍嘛是拍的艺术，哈，这个都是拍的艺术。这不是爱哦，这是拍，好拍这部。但是这个就是叫做矮巾，矮巾哦是放在身体后面的哦，用来背小孩的这个矮巾。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什么叫做矮巾。好、哦、你看哦，这个矮巾哦，现在有的人是背在前面，但是以前都是背在后面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的这个矮巾都是在后面，那小孩子放在后面，那像这样背着，像这样背着，这个叫矮巾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再回来，这个叫矮巾。那例句练习，妈妈矮小的去菜市啊买菜，实在真辛苦。妈妈矮小的去菜市啊买菜，实在真辛苦。矮毕业了后，哥哥将学校的册拢排回来，拢排回来，册柜拢摆不落去，哦，册柜拢摆不落去，哦，表示讲伊的册真多哈。毕业了后，哥哥将学校的册拢排回来，册柜拢摆不落去，啊，因为册柜无够坑哈，所以册柜拢摆不落去。我爱体重100公斤的爸爸，不管安怎爱，拢爱袂起来。因为爸爸伤重啊，啊你也过年纪轻，所以你爱恁爸爸爱袂起来。啊，这个不管安怎爱吼，也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我排体重100公斤的爸爸，不管安怎爱，拢爱袂起来。啊，加用不管安怎爱，拢爱袂起来。所以这个背正宗台湾闽南语汉字哈、哦，爱写这爱，爱一个手，不是一个人。好、哦，因为咱手要撑起背部，把东西给托住，或是把东西给支撑住。好、哦，咱才用这爱。哦，有一分正骨，讲一分话，咱袂乌白讲。哦，咱拢照科学的正骨来讲。干部完毕，谢谢，多谢，努力，安之谁，新蒙尼。